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娱乐火线哥，好听的音乐分享给大家。这段时间俄罗斯歌曲很是盛行，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感觉到，最近是否被这首舞曲洗脑，魔性的旋律太好听了，一时间爆火全网，各大网红美女也忍不住跟风跳起来，简直就是美女热舞的大合集，到目前为止相关播放已达30亿次。其实这是现代舞蹈风格的踢踏舞，形成于18世纪20年代的北美殖民地。舞者不注重身体的舞姿，脚跟与指尖跟随节奏舞动，根据不同舞曲的节奏来跳。而让我们想到的是，这段舞曲的 BGM 原曲竟然是俄罗斯歌曲，这轻快的节奏加上这魔性的舞动，真是让人越听越上头啊。Я водку пью, я план курю, обсажу с балдею, а мне всего 16 лет, а я уже сидею.到因舞蹈而跳舞的歌曲，前一段时间这段脱脸哼哼的扭胯舞蹈火大是一塌糊涂，无论是帅哥还是美女都在扭胯，是越看越上瘾，越扭越魔性。Роскомздрав не запретит симпа тупа симпа тупа Роскомздрав не запретит симпа туп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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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段舞蹈所用的 BGM 原创则是塞尔维亚歌手，其发行于2021年6月，歌名是俄文，同时也引起了各大网红的翻唱，不过还是满原曲唱的正宗，虽然听不懂唱的是什么，但是听起来还是很上头。小伙伴们觉得这两首歌好听吗？欢迎到评论区留言交流，喜欢的小伙伴点个赞，转发加关注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